最近，肖战以一头短发示人，迅速登上热搜榜，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这个突如其来的新造型让人感叹，原本成熟阳光的肖战，短发下竟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嫩感，仿佛回到了青涩的少年时代。这次的形象变化是他的个人时尚尝试，还是即将上演的新剧角色要求？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崭新的一章。肖战一直以阳光帅气的形象示人，而这一次的短发造型却让他看起来嫩感十足，令人惊艳。社交媒体上纷纷涌现出对于这一新造型的讨论，有人感叹他的变化带来的清新感，也有人纷纷猜测这是否是即将上映的新作品所需的造型。短发嫩感成为热议焦点，肖战的粉丝们纷纷表示期待他在新造型下的更多惊喜表现。肖战此次短发亮相，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剧造型的猜测。在演艺圈，演员们常常为了塑造更真实的角色形象而做出一些大胆的形象调整，是不是这次的短发造型预示着他在新剧《藏海花》中即将呈现的角色形象？这一点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肖战是否将通过这一造型带来一场演技上的全新突破，成为业内讨论的话题之一？无论是个人时尚尝试还是新剧造型，肖战的新发型都为大家带来了惊喜。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演员，他一直以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备受瞩目。这次的短发改变让人更加期待他在新形象下将会带给观众怎样的精彩演绎。肖战即将在新发型下展开怎样的人生画卷，让我们共同期待。总的来说，肖战的新发型不仅在外形上给人带来新鲜感，更引发了对于他演艺生涯的猜测和期待。年轻、清新、嫩感十足的新形象，是否会为他的事业迎来新的高峰？是大胆尝试，还是即将呈现的作品角色需求？这一切都在未来逐渐揭晓。在这个短发引发热议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在崭新造型下为我们带来的更多惊喜和精彩演绎。你对肖战的新发型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